世上从来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，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。让我们一起为他们点赞。要慎终如始，再接再厉，全面做好外防输入、内防反弹工作。在过去的八个多月时间里，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，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抗疫大战。面对突如其来的严重疫情，中国人民风雨同舟，众志成城，构筑起疫情防控的坚固防线。钟南山同志说，其实我不过就是个看病的大夫。人民群众说，有你们在就安心。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了重大的战略成果，赢得了全国上下以及国际社会的尊重和赞扬。不忘初心，牢记使命，我想健康所系，性命相托，就是我们医务人员的初心。